怎么，你不喜欢新出的限定口味？出来吃你想吃的东西，开心点。嘿，到家了吧？明天要不要出来逛逛？哦，约在公园湖边怎么样？人少还清静，散步正合适。啊，明天可是休息日，难道你要说自己没空，狠心拒绝我吗？啊，我平时行程那么紧，公司、画室、学校几个地方来回跑，想见你一面都不容易。好不容易明天有时间，你就答应我一次嘛，姐姐。啊，没问题，你是有想买的东西？好啊，没问题，我还能帮你节省排队时间。当然不是，明天见面再说吧。我说了会帮你节省排队时间，怎么你反而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？哦，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我现在就让人装上遮光帘，不给他们看。以后想吃的话，你就直接去报我的名字就行，不需要排队，反正都是合印的产业。哎，那又怎么了？让你吃到你想吃的泡芙不就好了吗？味道怎么样？砸疼了吗？有没有伤到哪里？喂，别躲在树上，我看见你了，出来。喂，别躲在树上，我看见你了，出来。啊，小孩子。小朋友，你爸爸妈妈没有和你说过，不能用石头砸人吗？啊，算了，我不和熊孩子一般见识，别砸人了啊。哼，你要是不听话继续砸人的话，对小孩子说什么才能起作用啊？这招真的有用？怎么感觉适用范围不够广啊？我从小到大都没被我爸训过。坏人！好好的休息日，差点被一个熊孩子破坏。
谁让他拿小石头砸你的？还好你没受伤。哈，还好没杀伤力，不然我一定追究他的责任。啊？你这是什么诡异的结论啊？哎，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我们回去再拿一盒，先把它从树上哄下来，然后再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找他的家长过来，好好教训一顿。哼。还在树上，我怎么感觉他是下不来了呢？坏人，还把爸爸骂的当坏蛋。害你爸爸挨骂？我吗？就是你，你是大坏蛋，我要打你，替爸爸出气。你在这儿等我。来不及了，我去救他。差点没把我累死。他还有呼吸。昏过去之前还不忘骂我是坏人，真是够执着的。什么？买衣服？这附近哪有卖衣服的店啊？哎，不如你直接拿我的黑卡去刷。哎呀，你也太不配合了，我本来还想体验一下当霸道总裁的感觉呢。哎，快看这个，昨天晚上有人发了一条爆料视频，关于何应集团的。我看看，何应为了节省成本，使用不合格的有害塑料制成儿童餐具，在出事后还找人顶罪。这视频怎么一直是个小男孩在说话？是啊，就是这孩子的爸爸发现了不合格餐具，结果却被推出去当替罪羊，忍无可忍才爆料的，超可怜。何应集团的那个总裁看着挺帅的，但干的可真不是人事儿。怎么了？去了一趟服装店，表情就变得这么沉重啊？
问题，你随便问，我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好，你打算问我什么？跟我有关的新闻太多了，你总得给我个关键词和范围吧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，结果你只是想问我这个。放心吧，没人出问题。同一批次的产品我已经全部召回，后续的事情会由集团的公关负责。而且相应的补偿措施应该也已经在实施中了，我上周就签了字。省略？绝对没有，这种事有什么好瞒你的？让一下，麻烦让一下，落选的是我儿子。还好，人没事。是哪位好心人救了我儿子？干嘛？我做好事不留名，见义勇为而已。不用谢我。陆景和，怎么是你？你以为救了我儿子，我就会对你感恩戴德，把你对我做的那些事情一笔勾销？呸！做梦！迟少典，哼！没想到陆总还记得我的名字，怎么，是让我顶罪，把我开除以后心虚了，才念念不忘？你以为救了我儿子，我就会对你感恩戴德，把你对我做的那些事情一笔勾销？说不定害我儿子落水的就是你，自导自演，以为这样舆论就会站在你那边吗？我呸！用我儿子的命来成全你一个大好人形象，你真是够狠毒的。景和，看在你今天救了我儿子的份上，我先不跟你计较。视频我是不会删除的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。啊，难怪你会问我是不是省略了什么部分。现在你有什么感想？事先声明啊，我不知道被开除的人就是他。迟少典只是合印子公司的一个产品总监，大概半年前吧，我去那家子公司视察过。他是那一堆人里汇报的最有条理的那个，所以我还记得他的名字。不过他就算有什么人事变动，也就是子公司内部处理，不会汇报到我这里。让他顶罪这种说法，我还是今天才第一次听到。你还真是信任我。假如他那个视频里说的都是真的，我现在是为了撇清关系而演戏装不知道呢？既然你这么想知道真相，不如去调查看看。我是当事人，不可能做到客观地描述这件事，这样对于想知道真相的你来说也不公平。你就随便调查吧，遇到阻碍的话就报我的名字，我会帮你搞定。
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来扰乱你的立场。啊，这句话怎么听起来怪怪的？你又不是我的长辈。等等，在你心里我到底是什么形象啊？哎，你是律师，我又不是，工作经验能混为一谈吗？那要不然我们换换，我替你当几天律师，你替我当几天执行总裁。哼，开个玩笑，你别当真啊。没关系，外界的评价我不在乎，我在乎的从来只有你对我的看法。我们先去看看那孩子，我也有话要问池少典。所以要趁现在赶快问。哼，你居然还有脸来。是啊，来找你问问情况。有什么好问的？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就是因为我不清楚自己做了什么，所以才想让你解释一遍。陆景和，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好啊，那我就一桩桩说给你听。当初发现产品不合格的人是我，情况特殊，我越级直接向你反馈。你也确实在第一时间把产品全部召回了，没有让那些有毒的东西害到人。明明是我挽救了合印的口碑和声誉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哼，结果倒好，在你的授意下，我被当作是谋取私利，故意采用不合格产品的负责人推了出去，通告开除。那些愤怒的孩子家长把我的个人信息都扒了出来，说我要害死他们的孩子，他们甚至连我儿子都不放过。托你的福，我儿子没法去上学，我又找不到工作，妻子不堪那些人的骚扰也要和我离婚。别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来，我一直想找你，让你给我一个解释。保安却根本不让我靠近合印的总部大楼，是又怎么样？反正我说的都是事实，现在的合印算是烂在他陆景和手里了。Hello， 下午都忘了问你，你买衣服之前都不看看尺寸的吗？我又不是巨人。唉，那好吧，等会儿阿姨收拾完屋子，我就让她顺带帮我去扔掉。嗯，开玩笑的，我怎么可能舍得扔啊？这是你送我的礼物，我可舍不得弄湿弄脏，我会好好珍藏。早点休息吧，我还等着你还我清白呢。晚安。说呀，怎么不继续说了？打着我的名号抓人来替你们背黑锅，胆子不小啊。
是不是让你们过得太安稳，你们就忘了我姓什么？出去，以后也不用再来了。啊，不是，陆总，这我们也是为了何印的声誉，迫不得已呀。为了何印的声誉，你们以为推出一个替罪羊就是替何印挽回声誉了？到底谁才是导致何印声誉扫地的罪魁祸首？你，还有你，我想你们自己比我都清楚。你们会进入何印旗下一切子公司，包括合作伙伴的黑名单。以后别让我再看到你们。你过来干什么？替陆景和当说客？我凭什么相信你？谁知道你是不是和陆景和串通好的？别吵着我儿子睡觉，我们出去说。你说你是律师，那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，你会帮我告陆景和吗？你有什么想问的，就快点问吧。这重要吗？我发现质检不合格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就尝试召回了，但他们说我没有权限，我没办法，只能找上司处理。我上司让我不要声张，说召回要报到总部，而且造成的损失也要我们自己承担。为人父母总是希望孩子平安的，更何况我自己也有孩子。想来想去，我只能越级去找陆景和，还好他召回的及时。原本就是为了保证孩子们的健康，我们才会制作安全无毒、有奶有奶摔的儿童餐具。结果发生了这种事。是。不知道，前期投入生产我无权了解，只有产品投入市场前会再检查一次。我只是个名义上的产品总监，实际权力和普通质检员差不多。问我这个问题，难道是认为我和他们同流合污？你还是回去吧，反正你也不信我。也只是个名义上的产品总监而已，实际上就是个质检员组长，生产前期是不参与的。每一批次的产品都要出具检验报告书，最后再汇总到我这里。还是会的，以前有质检员偷懒的情况，用同一份报告书来糊弄人，所以在投放之前我还得再从产品里抽检，不能让有问题的东西混进去。我也只有这一次偷了个懒而已，而且我也想办法补救，把问题产品及时召回了。
就是想问问你调查的怎么样。嗯，让我猜猜，你是不是去找迟少典了？嗯哼，说来听听。所以他才来找我，让我把产品召回。嗯，这就是我打电话给你的原因。啊，迟少典说他被开除，被冠上谋取私利的罪名，是我授意的。敢用我的名义搞事，我当然要查清楚。哦，再过五分钟，你就会看到这件事的最终处理结果了。啊，没有啊，我心情好得很。只是一会儿又要开那个什么董事会，资料看得我头疼。放心吧，何印马上就会出通告了，你告诉他就行。哦，无所谓啊，你不用担心。哦，我先挂了，会议结束后再找你。什么通告？嘲讽我渎职的通告吗？其中一位就是我的上司，提拔我的人就是他。他怎么会？怎么可能？我发的那个视频给他带来了那么多负面影响，他不找人处理我都是好事。回家了吧？啊啊啊！这么说你已经到家了？哎，看来没赶上。啊，没什么，明天你下了班在商业街见面呗，给你个惊喜。哼，这还用体验？我本来就是。还算有空，你问吧。你是故意讲笑话给我听的吗？如果你会听信一面之词，也就不会当律师了，更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成为一个好律师。不过托这件事的福，这几天你都在关注我吧，就算没见面，你也在想着我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从某种程度上，我的目的，也算是达成了。好了，不逗你了，明天商业街见。
你怎么才来啊？走吧，先跟我去泡芙店，惊喜就在那儿。你放心好了，这次提前一天就放出了闭店公告，你来之前我特意看过了，一个人都没有。上次的限定口味对你来说应该太甜了吧，虽然你话没说完，但我能猜到。这次专门让他们研发了几款甜度适中的新口味，就等你今天去试吃呢。嗯，想什么呢，试吃成功的口味以后都是你一个人专属的，别人想买都没门。别磨蹭了，快走吧。哎呦，怎么这副表情啊？是没想到我会打视频电话给你吗？哦，原来是因为衣服。我之前不是在电话里说过吗？我会好好珍藏它的。嗯，其实我只是想见见你，又担心约你出来见面会打乱你的日程。啊，要不约个时间，我带你去吃泡芙，看你还蛮喜欢的。嗯，跟进军美食界没关系。他本来呢是合印员工食堂免费提供的甜点，被员工在网上夸了一通，后来就出名了。哦，厉害。我做事向来追求完美。怎么了？你突然笑什么？我好像也没有说错话吧。我刚刚说话的语气让你想起了小说里的霸道总裁。哦，还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。女人，你是想故意引起我的注意吗？啊，哎，别不理我呀。啊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姐姐。同样的招数对别人没用，对你有用不就好了？而且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别人。谢谢你选择相信我，还为了这件事去奔波调查。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